把头伸进去，你先来。限时3分钟。那个科科，你过来，我们谈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别擦我们的。怎么样，联盟怎么样？我写你。我们写一个我们的，写一个你的，写一个我们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只能擦，你没时间写。对，咱们三个一个联盟。谁跟你擦？我俩占这个黑板，然后你就擦那个。哦，那好。但你必须写一个自己，写一个他，写一个自己，写一个他。哦，可以。那他就赢了。写我了吗？写了两个，给我，帮我拿个粉笔。啊！守住！哎，安琪呢？这是不是真的吗？啊！好爽是吧？你就是个桃子呀，家伙！朋友们，这里一个游戏，一个游戏造成了一种火拼。我刚刚录的时候，我真的一度以为自己在录一个爷们儿。我跟哥哥说好了，我说你别擦我们的，我们来写你的名字。一通擦，擦完了之后，居然在后半截有脸过来说：“何老师，你写我名字了吗？”对不起，老师。但是我有一说一，我也没写鲁何然三个字，因为我觉得太难了，我就写个科，那个科写的还很像何。他最终当选值日生的同刘雨昕、张国伟。咱俩吧，来，陆柯然、兔兔。嘎嘎，真好。啊！我同桌，我同桌在这儿。